点生气，怪痒痒的照在心里，不想学习，只想走出去。妈妈说我这样下去，不学无术，漫无目的，长大以后肯定没出息。我和我的同学小明，上学放学都在一起，他也是我最好的兄弟。上课我们坐在一起，下课我们去打游戏，这是属于我们的天地。我不想自暴自弃，其实我也有执着的热情。我懂得那些道理，可是我放学都在一起，他也是我最好的兄弟。上课我们坐在一起，下课我们去打游戏，这是属于我们的天地。我不想自暴自弃，只是我也有执着的热情。我懂得那些道理，可是我顺其自然。